听讲今日这个主角咧是一个环保达人啊，这几年咱个政府咧直直跟咱讲叫爱有环保意识，环保意识，所以今仔日我就趁这机会来给投稿学这个环保知识。Vian，Hello， 哇，哎、欸，你是环保达人啊，是模特，啊是一是模特，又是环保达人，不要紧，等下问伊就知了，哦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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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！哇，哎、欸，你是环保达人还是做模特的？模特是算算的啦。我 last year just started，、啊、一个 local designer， 伊叫我帮忙 model 伊 new collection。哦，伊设计衫，叫你家己穿。是啦，是啦。So okay 咯 ，Why not？ 我 retire 咧。你看了未上来十四个？啊，你到底是安怎保持啊？安尼款的，安尼变色，安尼好看。一礼拜，一两摆 carry weight。bicep curl， 做 plank， 肩肩有时都在开心嘛。哇，真的是袂简单嘞！你卖看美艳六十四号了，你看，伊逐个姿势啊，伊逐个 pose 啊，隆重，这是真正有自信的。哇，伊要等是无想做一年啊。Hello Richard， 嗨，马，嗨，哇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哎呦！啊，做你高逼啊！你别别嘞，这个是高夫 coffee， 我咱家己做诶。啊，恁两个安怎忽然间会去做阵想这个高逼咧？我四年前一阵裁员，我想我个后生，我甲燕啊，苏甲啉高逼诶，所以我甲燕啊。做这个 coffee 哦，啊，伊能制作主角，我讲你是环保女王，啊，你到底这是按什么代志咧？环保是我的 hobby 哦，但是我人去行行，你要看看到一个几时人割掉，真晒样了吗？所以我人也转来，好淡薄擦，好淡薄 sanding 啊，要做真水水哦，那是人爱为何伊人咯？然后我人暑假我人修。你能 recycle 来讲啊？你能是做老古啊？有当时是三日，有当时三礼拜。把人买物件，你会使开新的生命啊！你都看了，真欢喜。哇！啊，你是第几次做这环保的？八年前啊，做嘛。这 first 是些麻将 table， 还可以淡薄放机。哦。放机 ，one of a kind 啊。这对环保翁某真厉害，过去八年联手过超过60项家私，每一项过过的家私看了敢那是新的。你们行哪多？这是两个交易，我买迄个 wood 绑铁，绑 screw， 两个交易做一个大的交易，所以恁两块变做一块，对，块。变做长的，哎，佫变稳的吼。哇，佫是坐三个人的。这黑，这黑本是你人做的。啊，是。啊。All lampshade 烟牙结牙刷，我用起 ice cream stick 来做这。你也敢食 ice cream stick？ 你也来做这个？是咯。我因当无镭可以食饭，可以食 ice cream。无镭食饭食 ice cream， 你讲什么？就是有镭在食 ice cream， 什么叫做无镭食 ice cream？ 笑啦。你下卡车呢？老板。该放多边，是我的 wife 的 creativity 啦。我你安真好咧，什么本讲你的 creativity 咧，对不？伊若无讲，等我能等你着命啊！哦 ，OK，understand，understand，understand 啊。这个是我来田里创的，田埔要了我修田埔，是我的 neighbor 一人搬出，要我改，我问伊会使好啊这个位。真水啊！啊，这个是 retro， very 真古的。对，天穿了。真有人讲有伊家己的风格，对不？就是讲你家己行出来，你就要注意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放得稍微不好，伊的寸声嘛是比较精准。什么来？这个是我的老母的装车，我人做一个 vanity dog 啦。连你面顶放麻布，你拢总家己做。你做伊个伊 pass out 啦，伊水门先出来。我能卫生起水门。卫生伊水门先，连伊只来做水面盆。哇，连伊打针车迄个，你硬来做刀做迄。放 LED lights 啊。啊，佮有甚物？所以针车会 cover 完能放刀啦。哦。要叫人做一个。做一个架啦，连看针车迄块板，你硬来放就做固定啊，你看啦。这个刀是真古要的，这个是我能古的厝。古的厝。
该卡卡了，该黏黏落黏黏落，该挂开平，哦，无得挂着手嘛，吼。今日来伊个厝个景点，看到伊厝有真侪街市啊，拢总是外口捡上来嘛在做。咱人来伊个厝，咱人看袂出，所以这就是讲，是逐项物件皆是爱买新的。有时咱人了了无时间，了了无精神，动手去做，可较有意思。唔是讲镭啊，是啥物换会着，买会着的。哇 ，Richard，All right man。所以这就是咱人爱做的交易啊。对，这个是 piano 的交易，这个是换了无？哦，派了。嗯，派了。我你那个确实得办。嗯，我老是爱做这个 design， 然后就爱办 blue，make sure 伊个无地拉平哈。嗯嗯。Just 放心，伊个得出只桥。这个是我头一摆做的，用来面的 wood 啦，人做多顶无，会偏偏一个一块，我去吹伊食咯。这款计是人做毒啊，做 DV 款做的茶来。叫啦。啊，你这牛放了了咧？放了大了咧，就爱放这。我这爱念多咯，这边头。我念边头这角啊，哇，你这手寸本来抓到准准呢。对啊。啊！你卖上第有价钱的升级版的家私是多少啊？两三百块啊，那款啊。两三百块啊！啊，你边啊？这个是我来何必啦？何必啦？吼，有啥物看价钱啊？吼。看，较长了哈。I think the other one 好看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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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thank you， 哇，文 BB 啊，哇，感谢。那是这个钢琴的交易，我好像买一台本来爱差不多百万两百块，对不？啊，你 QQ 自己做做，你过来升起来。OK， 哇，真的八九年人是我的福气，我感觉你人啊比少年家更加少年啦，你看啊，有做生意啦，有做模特啦，够 up cycling， 所以有时啊，那人比如讲啊，跟他 Richard 那款啊，有裁员啦，是特休了，不是世界末日。够真侪物件会使做，对，我就爱 keep 我头脑滴滴叮当啦，所以我无 dementia， because 我老母甲我大姐伊人有 dementia， 了我看要真开心，所以我咪会惊，很多艰苦，那是我有 dementia 啦嘛。所以今仔日真的是男女人的身躯顶内本学了真侪物件，感恩感恩。对我来讲咧，我是觉得 B N， 伊真的是袂认老袂认输啦，不管少年家叫伊做模特也是好。还是伊按到伊五六十岁才开始做生意也好，伊本是真正敢去冲、去试看卖，所以伊就是拿另外一个平台哈，有可能会做出一个春天。我觉得这点哈是真侪老人家都爱跟人学的，因为真的你无去试看卖，你唔知有可能你做比少年家较好咧，对不？这阵我退休了，我暑假 exercise 个 up cycling。我家己咧，若是你爱做物件，你都爱用心做，你才会欢喜。你的 life will be meaningful and colorful and rewarding。